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子。最近在网络上流传一个艾琳卡刀的方法，既然有这个秘技，身为艾琳的忠实玩家和 YouTuber， 影子当然有义务要介绍给大家喽。那这个卡刀的方法呢，影子在这边简称为“心神荡漾无接缝78763”。那我这边队伍设计成一个角色，然后带一个神格，这样子比较容易让大家看清楚这个卡刀是怎么操作。那既然我只带一只角色，我就打最简单的关卡，随便打一关，这样子可以打比较久一点，然后角色也不会死掉。卡刀呢，一般都是近战在使用，当然远程也可以，但是卡刀的条件就是我们角色必须要站在 BOSS 的正前方，就是离 BOSS 很近很近。然后呢，要怎么卡刀？就是大家看到我平常的攻击速度是 1,2,3， 然后停住。这被打倒不算，再来一次 1,2,3。停住，一二三，有没有？当我们卡刀的时候，站在 BOSS 前面，然后用滑鼠拉在 BOSS 的后面，并不是拉在 BOSS 身上，因为拉在 BOSS 身上，它并不会触发它的攻击，一定要拉在 BOSS 后面，就是好像意思就是把你的角色移动到 BOSS 后面的地方。如果你点到 BOSS 身上的话，它是不会快速攻击，所以一定要点到 BOSS 的身后，不可以点在它身上，这点要注意。然后呢，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大家知道普通攻击打一下的时候，神格，我们神格它的聚气条会增加 1%， 所以当我们自己手动的时候，这样一直打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神格它聚气的非常的快，这样子伤害也会高。然后神格大家知道放完之后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被动效果，所以这个对整体的战斗力也是帮助非常大的。那如果你带补尸的神格，你可以一直补血，就是有这个好处。所以呢，就是变成说，手动跟自动放置的时候，战斗力会差比较多。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好的东西，就是，让手动的玩家会有比较强一点的战斗力，就是比你自己放着挂机的时候还来得强一点。那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一个 bug， 有可能是 bug， 所以以后可能会修改掉。不过我现在既然网络上在流传，那我就有义务要跟大家说。那我觉得这个并不会破坏游戏平衡太多，因为毕竟你的角色攻击啊那些还是看你的装备比较多啦。那这个只是可以让你的神格增加的比较快一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当然角色在被击倒的时候，被晕眩的时候等等的时候，被 CC 的时候是不能攻击的，所以差并不会差太多，就只是有些关卡你可能打不过。假如你可能在15天之内不是有一个活动说要打极限挑战的关卡要全部打完嘛，那这时候如果你卡关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可以带补血的神格，然后用刚刚那个卡刀的方式让补血神格常常可以补血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那这个影片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网络上流传怎么卡刀的这个方法，那我有觉得我有义务要跟大家分享，所以我就拍了这个影片。然后呢，最近我在跟繁体版的艾琳官方他们要求说，看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星石的序号，让我赠送给我的观众朋友。那希望他们会给我一些序号，然后到时候我就可以发放给我的忠实观众们。那到时候怎么拿到这个序号点数呢？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啦。谢谢各位的收看啊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一个赞或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喽，各位再见，拜拜。